原标题那做成这家人，江波孟凡的担任制作人老戏骨演技，你期待吗？明日跨越四十在暖冬治愈情怀巨制那做成这家人即将于湖南卫视播出。曾担任乔家大院、激情燃烧的岁月等制作人那孟凡要此次再度出山担任那所成这家人总制作人，为剧保驾护航。同时演技派与实力派云集的阵容引发外界期待。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湖南卫视县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更是收获行业内的强烈关注。那所成这家人以唐城大地震为背景，讲述了邻里街坊在经历灾难后互帮互助重建家园的故事。演员阵容上，马原、佟磊、萨日娜和李建一等虽不是当红流量，但也个个都是演技在线的实力派。他们将在剧中有怎样的互动，又将有怎样激烈精彩的对手戏，光是想象一下就让人忍不住想要为之打 call。 坐等被圈粉，不仅阵容堪称豪华，剧情上也是意义深刻。家永远是最为温暖的地方，七个不同姓氏汇聚同一个家门，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这个普通而又平凡的重组家庭是什么样的故事，让观众竟然潸然泪下？王大明与杨爱组成半路夫妻后将经历怎样的波折？而就在生活重新回归平静后，那个人的突然出现打破了这个重组家庭幸福的现状。面对两段感情，王大明将如何抉择？家中的晚辈转眼之间也长大了，有了自己对感情的执着，是固守世俗的眼光放弃所爱，还是勇敢追爱跨越所谓的鸿沟？在那座城这家人中，灾难的无情与家庭的温情形成强烈的对比。无论是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还是感情线的错综复杂，都在小人物的命运发展下温柔细腻呈现了大时代的变迁与发展。一座城四十年，一家人同样的四十年，他们在挣扎与坚持中涅槃重生，带领观众感受人间温情。废墟上崛起的那座城，与众不同的人伦、家伦、天伦，相信还是有很多和小编一样期待这部剧播出的小伙伴。12月2日19:30，那座城这家人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重磅播出，并将陆续登陆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等视频平台。